卓乐对刀仪是非常高档的车间里面使用的刀具检测的仪器。我在他的网站上看到他描述的智能工厂，当然他的这个视角是刀具，刀具如何匹配智能化的生产。那这道视频做的也是。非常的炫酷，也没想到卓乐对刀仪也能够如此的智能。那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卓乐对刀仪的型号，它是用来测这个刀具的角度和尺寸。那么，有关刀具的运输管理系统，以及刀具的测量，以和再用刀具的统计分析，那么它这套系统呢，做的比较科幻，也有这个管理系统，跟程序匹配，跟刀具的寿命，跟刀具库匹配起来，所以它这个思路还是比较特别。这是卓乐的测量仪啊，刀具对刀仪也有叫对刀仪，那其实就是刀具测量的一套系统，和管理系统匹配起来，跟加工的过程匹配起来。这个卓乐公司描绘的智能工厂还是非常的有意思。